来，好朋友们，你看这家这个鸡脑袋，确实好。你要把我送走了还是？来来来，你管咱啊，来，来，你管啥人？你让那个。叔叔阿姨们，你看看你的脸，你让叔叔阿姨看看你脸，你看帅不帅？我不能，你要怼死我。有点不称职啊！咱俩商量商量吧，商量商量吧，别给我送了。你是不是觉得我送两口大葱把你给送走？哎，你露个脸儿，哎呀，你马上见，所以喝不下呀，不，谢谢你。你站在边上干啥？你站在，都瞅不着你呢。哎，好，好，好，你别给我送了，我不吃了。